之下，强行将八大力的实力提升至七级。继续跑吧，看你能跑哪儿去！龙浩辰为何一直迂回？团长没有贸然出手，是在寻找机会。绝无可能拿到王之剑！是，就不怕。水之玉的确很强，人怎么不见了？但可惜，救的人是你。承让。输。王之剑绝不能落到人类手里。不好，他们这一招释放的能量太强，我怕会波及王之剑。发生了什么？糟了，王之剑的能量失控了。那怎么办？团长会不会有危险？父王，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让王之剑停下来吗？唯有真正的命定之子使王之剑认主，才能平息他的狂暴能量。团长，只要胜利让他不脱困重要，我必须要让王之剑认主。忍不住了，虽然是如此，我万岁的今日了。循着王之剑的指引，又是这个声音，继续向前，来见我吧，命定之子。原来我上次听到的这个声音，就是森林一族的圣灵。为我们指引了圣灵所在的方位，我族终于可以再度觐见圣灵。命定之子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能否托你请出圣灵，从这死亡之域中拯救我族？日月交辉之际，命定之子将朝物之彼端前进，回应圣灵的呼唤，承接圣灵的意志。吾将代表森然一族，为命定之子披荆斩棘之路许下祝福，愿命定之子顺利觐见圣灵，愿我族终将迎来曙光。命定之子，接下来我森然一族就交给你了。我将指派一批精锐护送你们前往圣灵所在的位置，而你们，我森然一族的勇士们，从这一刻起将以你们的性命来守护命定之子，誓死效忠于他，协助他找到圣灵。神灵赐福，救护此行。前路茫茫，终有定数。
阴阳之畔。我们杀了蛇魔神第四子，必须马上离开，免得惊动蛇魔神。不，你们走不了的。我们森然是远古种族，一直隐居在圣魔大陆的异域，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。直到几年前，蛇魔神安杜玛尔带着他的魔神柱来到这里，迷雾就此降临，残忍的杀戮很快就弥漫整个族群，幸存的族人也因迷雾而被打上了蛇眼标记，无法离开，只能成为祭祀柱的祭品。我们的王尝试了无数方法也都无果，只能被迫逃到地下隐蔽生活。你看，这么说我们身上也有蛇眼标记啊。难怪我们一直走不出去，原来是这蛇眼标记搞的鬼。不如诸位先以上宾身份参加我族明日的祈福大典吧。祈福大典后，我们的王会出关，我会将诸位引荐给王。几位虽是人类，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战胜蛇四的勇士，也许王可以以此为所有人找到解开蛇眼标记的方法。团长，有森然之王相助，是不是我们能轻松一些啊？那我们便却之不恭了。哇，没想到地下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地方。这座地下城是我们族人一代又一代花费近千年打造的隐居之处，由我们信仰的圣灵所庇护，是我们森然族最为重要的圣地，也是死亡之域现在唯一安全的地方。但地下粮食稀缺，暂管族内事务的王女任命我为搜寻队队长，定期去地面寻找食物。纳尔基大人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纳尔基大人，找到食物了吗？突遇敌人，实在抱歉。再忍耐忍耐，圣灵大人会保佑我们的。是吧，这是食物。给，拿着拿着，不用客气，拿着。卑劣的人类，你在哄骗我们森然族人吃什么？王子殿下，他们是森然一族的贵客，您不能。那是急，圣地是我族最后的藏身处，而你竟在外人进入，置我族安危于不顾，给我拿下他。识相的话赶紧离开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团长，不用过来，看来只能用武力解决了，给我拿下他。看来得要用点手段，让他们知难而退才行。修罗斩！
你输了。输？我怎么会输给一个人类？我最厉害的一招还没用呢。姐，快来呀！参见王宇殿下。王宇，居然敢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胆子不小呀！哈哈，我姐来了，你们就等死吧！姐，他们欺负我，不能放过他们。哦，是啊，那我可得好好感谢他们。啊！啊，大力！居然敢对贵客动手，你知不知道他们是我们森然一族最尊敬的客人，你居然敢动手，快给我道歉。没关系。姐，你吃错药了吧？就他们？当然是他们，从揍到你半年下不来床的蛇四手中救出了纳日吉，而你身为森然一族的王子殿下却出言不逊。还有祈福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此次父王将主持大典的重任交给了你，你却还在这里惹祸，还不给我滚去祭司大人那里，准备祈福誓言。纳日吉，传我命令，去把储备用粮分拨一部分出来。大典过后，我会亲自率队去搜寻粮食和其他资源。是。实在抱歉，我日后一定加强对弟弟的教育。我已经听纳日吉说明情况，感谢你们对森然一族的帮助。我族的圣泉池有安神疗伤的作用，待会儿便由我带领各位贵宾前去小憩。哇，好舒服呀，伤势真的消除了。嘿，等回圣城了，也要在我们的别墅里弄一个。王女殿下在那儿。团长，你说他们的王能有办法解除蛇眼标记吗？如果没有办法解除，那就试试联合森然之王解决蛇魔神。啊，最好还是能解除，毕竟蛇魔神可不好解决啊，八阶巅峰，十万灵力啊！什么声音？你们没事吧？还好接住了，副团长好棒！谢谢人类姐姐，因为只有今天才能见到王女殿下，我们想把花送给你。谢谢你们，我很喜欢。彩儿姑娘，刚才要不是你，这几个孩子就出事了。多谢你，你是我见过的女子中最厉害的。在那几个小女孩心中，你也是最厉害的。尊敬的各位贵宾，祈福即将开始，愿圣灵保佑你们。
王女殿下，为什么祈福大典还要婴儿上去？6000多年前，我族圣灵曾留下预言，将会有一位命定之子带领整个森然族走向光明，所以每年的祈福大典既是祈福，也是在寻找我族的那位命定之子。只是几千年了，命定之子依旧没有降生，但愿这次能得到圣灵大人的回应，带领我们森然一族走出迷雾。恭请森然王族血脉开启祈福大典。森然王族阿大力替父王敬上，参拜圣灵。你怎么不上去？你不是森然的王女吗？彩儿姑娘有所不知，能站上神台向圣灵祈福的，除了娃便是王的继承人，这是祖上就定下的规矩。哼，就是那个呆头鹅。但我看你更像继承人，能力是，民心所向更是。谢谢。其实阿呆力也在很努力地做一个好的继承人。时已到，祈福开始。今有森然诚心拜上，圣物为引，献血为祭。圣灵在上，聆听祈愿，请以祈典降神迹。看来命定之子依旧没有降生。光明降临，命定之子。难道我就是命定之子？我就知道，不愧是未来的森然之王，我注定是要成为拯救森然之中的男人。天时已至，神迹显现，恭迎圣驾，龙皓晨。龙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阿爸，信什么？这是神迹，圣灵显灵了，是他，他就是命定之子，他就是那个能带领森然族走向光明的命定之子。你哪里听得转心呢？我族的命定之子竟然是个人类。
阳之畔。我们杀了蛇魔神第四子，必须马上离开，免得惊动蛇魔神。不，你们走不了的。我们森然是远古种族，一直隐居在圣魔大陆的异域，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。直到几年前，蛇魔神安杜玛尔带着他的魔神柱来到这里，迷雾就此降临，残忍的杀戮很快就弥漫整个族群，幸存的族人也因迷雾而被打上了蛇眼标记，无法离开，只能成为祭祀柱的祭品。我们的王尝试了无数方法也都无果，只能被迫逃到地下隐蔽生活。哎，你看，这么说我们身上也有蛇眼标记啊？难怪我们一直走不出去，原来是这蛇眼标记搞的鬼。不如诸位先以上宾身份参加我族明日的祈福大典吧。祈福大典后，我们的王会出关，我会将诸位引荐给王。几位虽是人类，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战胜蛇四的勇士，也许王可以以此为所有人找到解开蛇眼标记的方法。团长，有森然之王相助，是不是我们能轻松一些啊？那我们便却之不恭了。哇，没想到地下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地方。这座地下城是我们族人一代又一代花费近千年打造的隐居之处，由我们信仰的圣灵所庇护，是我们森然族最为重要的圣地，也是死亡之域现在唯一安全的地方。但地下粮食稀缺，暂管族内事务的王女任命我为搜寻队队长，定期去地面寻找食物。纳日基大人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纳日基大人，找到食物了吗？突遇敌人，实在抱歉。再忍耐忍耐，圣灵大人会保佑我们的。是吧，这是食物。给，拿着拿着，不用客气，拿着。卑劣的人类，你在哄骗我们森然族人吃什么？王子殿下，他们是森然一族的贵客，您不能。纳日吉，圣地是我族最后的藏身处，而你竟在外人进入，置我族安危于不顾，给我拿下他。识相的话赶紧离开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团长，不用过来，看来只能用武力解决了，给我拿下他。看来得要用点手段，让他们知难而退才行。修罗斩！殿下，竟然想把您的美元来使用技术。
输了。输？我怎么会输给一个人类？我最厉害的一招还没用呢。姐，快来呀！参见王宇殿下。王宇，居然敢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胆子不小呀！哈，我姐来了，你们就等死吧。姐，他们欺负我，不能放过他们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可得好好感谢他们。啊，大力，你居然敢对贵客动手，你知不知道他们是我们森然一族最尊敬的客人，你居然敢动手，快给我道歉。没关系。姐，你吃错药了吧？就他们？当然是他们，曾揍到你半年下不来床的蛇四手中救出了纳日吉，而你身为森然一族的王子殿下却出言不逊。还有祈福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此次父王将主持大典的重任交给了你，你却还在这里惹祸，还不给我滚去祭司大人那里准备祈福事宜。纳日吉，传我命令，去把储备用粮分拨一部分出来。大典过后，我会亲自率队去搜寻粮食和其他资源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实在抱歉，我日后一定加强对弟弟的教育。我已经听纳日吉述明情况，感谢你们对森然一族的帮助。我族的圣泉池有安神疗伤的作用。待会儿便由我带领各位贵宾前去小憩。哇，好舒服呀，伤势真的消除了。嘿，等回圣城了也要在我们的别墅里弄一个。说他们的王能有办法解除蛇眼标记吗？如果没有办法解除，那就试试联合森然之王解决蛇魔神。啊，最好还是能解除，毕竟蛇魔神可不好解决。八阶巅峰，十万灵力啊！什么声音？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好险，还好接住了。副团长好棒，谢谢人类姐姐。因为只有今天才能见到王女殿下，我们想把花送给你。谢谢你们，我很喜欢。彩儿姑娘，刚才要不是你，这几个孩子就出事了。多谢你，你是我见过的女子中最厉害的。在那几个小女孩心中，你也是最厉害的。尊敬的各位贵宾，祈福即将开始，愿圣灵保佑你们。王女殿下，
为什么祈福大典还要婴儿上去？六千多年前，我族圣灵曾留下预言，将会有一位命定之子带领整个森然族走向光明，所以每年的祈福大典，既是祈福，也是在寻找我族的那位命定之子。只是几千年了，命定之子依旧没有降生，但愿这次能得到圣灵大人的回应，带领我们森然一族走出迷雾。恭请森然王族血脉开启祈福大典。森然王族阿大力替父王敬上，参拜圣灵。你怎么不上去？你不是森然的王女吗？彩儿姑娘有所不知，能站上神台向圣灵祈福的，除了王，便是王的继承人，这是祖上就定下的规矩。哼，就是那个呆头鹅。但我看你更像继承人，能力是，民心所向更是。谢谢。其实，阿呆力也在很努力地做一个好的继承人。时已到，祈福开始。今有森然诚心拜上，圣武为引，献血为祭。圣灵在上，聆听祈愿，请以祈典降神迹。看来命定之子依旧没有降生。光明降临，命定之子。是此？难道我就是命定之子？我就知道，不愧是未来的森然之王，我注定是要成为拯救森然族的男人。天时已至，神迹显现，恭迎圣驾，龙浩辰。龙浩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？不可能！是不可能！啊！信者，神迹，圣灵显灵了，是他，他就是命定之子。他就是那个能带领森然族走向光明的命定之子。难道真的转世了？我族的命定之子，竟然是个人类。